知，还有我的相亲对象。大成，是我小凡是喜欢你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啊？我现在说了呀，我是喜欢你。小凡，你还我之前觉得我对你做的那些，哎，你先别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没想到你，不是你记不记得了？我刚来的时候，刚搬过来，工作没着落，跟你坐在一起。有天晚上我发烧了，39.8，我浑身都在冒汗。特别容易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这时候我妈打电话跟我说：“说女儿啊，过得好不好？”我说好吗？我过得特别好，我婆婆叫我吃饭呢啊，不跟你说了，赶紧把电话撂了，都怕我哭出声来。然后到那天晚上，因为实在太难受了，隔壁那个小夫妻还觉得我吵他们了，给我撂脸色看，我只能躲在被子里悄悄的哭。那天晚上可能你酒吧完事的早，就回来的也早，你听见我哭就过来安慰我，你过来给我披衣服，过来带我去医院。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想。如果那天晚上没有帮我的话，我当天晚上就走了，不可能这个城市待这么久。你知道我感觉到这个城市没有一点温暖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唯一能给点温暖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双也这么对你，因为我有点羡慕，我甚至嫉妒你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你们大头这样男朋友我什么都没有？哪一个女汉子不是我软妹子调来的呀？我什么人都没有自己去做，而你呢？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来绝对不是想抢他的，我真的要走了，所以你们的事我以后再也不能去参与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应该改改自己的脾气了，你应该对大成好一点。在外面真特别特别的累，我每天喝那么多酒，以后你早上记得照顾好他，要倒一杯蜂蜜水，多备点酸奶、啤酒药什么的。早上爱吃辣，你就多做点辣。这事儿都需要你来做的，作为一个女朋友，照顾他不是应该的吗？而不是每次都会等他照顾你，行吗？爱情的基础不是信任吗？你应该信任他一点。听完你这些话，我挺感动，但是我可能真的只把你当成朋友。行了，就不要你感动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今天调情话已经说的够多了，我自己都在犯恶心了。真心祝福你们两个人，我希望你们两个人会好好走下去，把话题都说明白，彼此都得信任，行吧？小孩也说了，我走了。其实刚才我在跟你说的时候，我说你是选择我还是要这个答案的时候，是我心里面有一点动摇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的工作，首先我不能因为你把我的工作不要了。那是因为你的工作吗？我很